豆豆吧。我在小雨这边，我连不过去。他到底什么时候修好？六号。哦，他说是六号要修了。Moco 捧花，感谢 Moco。感谢 Moco。Moco 为什么没有刚才没有来送我的捧花？当然会，你我还在上班哦。大家都送一个捧花。哎、欸，我也是，好不好？然后有一个就送捧花，然后有一个我还不小心，我还不小心送到两次，不小心送到两次。你说哈基的吗？对啊。我想说，我去看哈基那边怎么那么高？我忘记了，你知道吗，白痴？噔噔，按点一下。感谢小小峰的糖果鱼，耶、yeah! ！那我拿完这个，今天可以安心下班了。谢谢。可以吗？可以安心了，可以安心了。好、哦，我现在没开啊，我刚刚有开 Moco。我反而连不到小雨的 ，What the hell？ 哇！哇，我都可以连呢、欸，好奇怪、哦。收集机会区域卡住了。对啊，今天不宜列龙哎、欸。哎，好惨哦。都开台，现在快要20分钟，对啊，二十分钟了，还在这边等连线，该怎么办？我没被绑架哦， okay. 怎么办？哎、欸，要在四楼集合，被骗了吗？嗯，好，我去四楼。四楼，他哦，连进去了，七哦，哎、欸，是大干爹，大干爹，不是不是，刚那个是干爹，你是大干爹啊，这不一样了。阿基都来刷大便，超别的，不一样，对对对。嗯哈什么？阿基都一直在刷大便哦。什么？你很想大便啊？刷大便好，我再过去啊。不是啊。哎、欸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了，耶耶耶！我进来了。来来来来，四楼四楼。好了，不谈了，不谈了，不谈了。还有人要你鱼龙吗？等一下啦，不是要来拍照、嗯、啊？你们好，要先拍照，好，拍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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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上不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快哎、欸，我快小雨卡住了。我看你也卡住了。哇。哇，到底是我们谁断呢？哇，哎、欸，我断了。对，我看到繁星断了。啊，我进来了。啊，你们都断掉了。进不去那个集会所，四楼。四楼、啊、怎么进不来四楼？你有接任务吗？接任务的话，接任务不行。是吧？是小雨的问题啊，而且退不是啊，是吗？嗨，云月，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团团啊。你面前啊？你在哪里？我在你面前啊。你动一下。哎你多动几下，我在动啊，我没看到你啊，我没看到你啊、欸、，no， 没朋友，没朋友，我说，我说嗨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想说，嗯，哪，嗯，哪里？现在只有两只摇椅吗？嗯，哇，这样摇起来很孤单呢、欸。有了，哎呦，又有一个摇椅伴了，我们多了一个伙伴呢。唉，我很难过。那我们一起弹琴吧。好，我们要弹什么？你们知道合作了。耶、yeah, ，四只了，四只了。多了，多了，多了，又多了。耶、yeah. ，有五只了，五只了，五只了。来来来来，哎呀，五只了，五只了。摇起来，摇起来。好可爱哟、哦。你的武器太挡了啦！好，小巴一点，拿小巴一点。好，我去拿小巴的，我去拿小的，我去拿小的。哦，进来吗？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快点！耶、yeah! ！然后美女来了，耶、yeah! ！听说这把是只有1%的玩家才使用的呢。你在叫他进步哦，因为大家颜色都不一样。我是预设的啦，我是不是该去换一下？对啊，你换一下。从哪里换啊？从工坊那边。哎、欸，或是你旁边箱子也可以啊，旁边箱子也可以。箱子你换装备的时候按 ESC 吧。哦，有了有了，防具着色嘛。对，防具着色。嗯、这有够高的，可不可以往上拉、啊？有、欸、快小雨卡住了吗？看不到他眼睛啊！哎，小雨动，小雨动，回来回来！哎，从标题进，好哇！嗯，耶、yeah, ，我是绿色的，耶、yeah ，绿绿的，绿色的，绿绿的，好绿哟、哦！
哦，给我摇摇摇哎！哈好悠闲的感觉哦。看看那个，你是看什么啦？那个，啊杰克嘞？那個啊、你又上来啦？他在旁边。他在跟他在哪里啊？没有啊，可以用动作不是吗？对啊。欸、我没看到杰克啊。我看不到杰克。对啊。点头。没有。他在旁边啦、啊。我没看到。我要摇头，我要一直摇头。我真没看到杰克哎、欸、是按什么动、啊？按什么表情啊？就是他里面有动作啊。是按什么键 ？ESC。然后沟通交流的动作。哦。坐下来。这你们看不到我吗？用拍手，用拍手，用拍手。用拍手，用拍手，用拍手，拍手。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他这个好逃跑画面，我想要一直拍手。好逃跑的感觉啊。好摇哦，真的好摇哦！摇啊！我真的看不到杰克，我现在直奔。我也是。真的吗？我去物质一下。拜托，我们排到什么时候啊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动作好？摇头，摇头，摇头。摇头。有，这样摇吗？有吗？这样有吗？最富，最富。有看到我吗？有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真正的摇一吗？对吧、啊？摇头。摇头只要有挑衅，挑衅也可以，挑衅也可以，挑衅。我别很好笑。挑衅那个头，你头，超烦。好 Q 哦，摇摇摇，超可爱。你们按喜悦，他那个喜悦。喜悦怎么了？哦，对啊，是蛮晃的。他直接晃到后面去。我的头！哇！是巴拉西。然后安心松一口气，擦脖子。哎，来来来，比腕力啊！来啊！姚一曼之间的对决不行，我不要跟杰克。杰克手速太快了。对啊，现在他杰克手速超快了。换平台吗？比一局就好。韩进，来了，给我开姚一曼对决。快点点橙子啊！快点。有有有！哇，这个比赛！哇，你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哥手速超快的啊！你等我一下，你不要用连点成，你会被判外挂吧？你不要游戏被锁起来，就为了玩比九桶，好吗？为了玩比，比腕力，对啊。来来，按哪个？摇杆是按哪个？左键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摇杆哥，老总，让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好、oh. ，好 ，B 来一下，一按起来，按起来，按起来。按起来哇！你们超扯的、欸，他超扯的，你怎么那么会按呢？真的手速有够快的，对，就把左手拿来左手按，左键按啊！天哪、啊，为什么这个拍手感觉超嘲讽的、啊哦？好棒棒，好棒棒哦！他不叫好棒棒，超棒啊！好棒棒！我要开始任务了吗？开始任务吧！好，走啊走啊走啊！再一次啊，再来一次啊！有人开好城市了，有人开好城市了，开好城市了。有没有加油？加油团吗？加油团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哦哦哦哦！嘲讽了，哦哦哦哦！加了个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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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悲哀。啊来，啊三，哎，有有，我们有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强了吧！不
行，你这个手速我们无能人敌耶、欸！真的，连点城市都赢不了。输了，我觉得你还是去开任务好了，太恐怖了。对对对，忘武器，可是我要把头塞到酒桶里面塞不进去。你要把头塞进去、欸？等一下，那喝醉会怎样？啊，我去喝酒，喝酒啊！走啊，喝酒啊！我喝酒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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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，喝酒。喝酒不是可以准备喝？我们去喝酒，我们去喝酒。喝酒在楼上吗？还是楼上啊？这边不能喝、啊。坐一排，坐一排，可以啊。各种喝，各种喝。我用脖子喝酒，我也用脖子喝。他旁边有提示啊，旁边有。啊，这一桌满了，请去旁边那一桌，谢谢。他继续旁边那桌自己喝哈。没有啊，我陪他进。我觉得四只在那边喝酒。对啊，那个猫饭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哦，孔安，孔安，孔安。在不会摇的。又起酒疯子。哎，你们摇那个摇酒杯一起摇。按哪一个啊？第三个选项是什么？第三个选项，看你们。哦，有按那个。太强了啦！欸、按上那个，啊、那个，那睡了睡了睡觉，了哎，睡了睡觉，哎呀，起来喝啊，不要睡啊，起来喝，来继续喝酒，来喝酒，哎呦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哎，喝酒，哎，他是不是欺负第七个人啊？就看不到是不是？没有，完全不能啊，啊，真的啊？因为昨天我们好像也是最多六人嘛。嗯，可不好，真的要哎、欸，我们不见了，有人喝酒了，有人喝酒了，哎、欸，搞不好我有机会进去了，应该可以的吧？醉了，他记醉了，你看一醉倒人啊，困了困了，对，一般要倒了要倒了啊啊，人都不见了，我的天，卡进去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伸出来伸出来伸出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刚好靠着，刚好靠着，可以。哦哟，又倒了，好难过，难过，边缘，好难过。我好不容易刚刚花钱吃饭，结果又断线，真的。而且我现在连收影都收不到、欸，哎，哇！我要重开游戏了，那你重开了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们一起干杯，四个人干杯，要一起按。难过，好，原来啊，我现在没有坐在椅子上，没有椅子了，十八岁不能喝酒，没有错，有啊，那边真的是我正对面，没有椅子了，哎、欸，那边是杰克啊，正对面谁？哦，我看到杰克，好像是杰克啊，现在是杰克，我看不到杰克，哎、欸，约，来干杯哦，一二三。干杯！他错了，你又错了。哪一个、啊？我看一下，右键就往右边。来，一二，这个吗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那个是也是摇杯子。不然那个干杯，酒杯 V 吧，就行。好 V 哦，好，我们都是 V。来，酒杯断了，酒杯断了，酒杯喝到断了，喝到断线了，哇，第二个断了，哇。这桌子是什么拼酒量的？酒量不行就下去了。我站起来一动，我好强，我倒了。有没有像海贼王那个啊？是那个。踩到我上面了，你踩到我上面了。哎、欸，我受不到你们嘞！哎、欸，团团重开看看。重开，换人开了，换人开。好惨。好，换人开，换人开。我确实是爱上这个情了。很好玩，拜托，真的蛮好玩、啊。喝醉了，喝。可是我觉得他间隔可以再大一点，手太粗了。啊，你这样就会变成那个了啊。还不错啊。想想看，你的手机也有那么大的话，你打字也很大、啊。嗯。这个适合那种平常用手机打字、用打字的人。对。真的是边缘。我们开了吗？开了吗？好，开了吗？我开吗？好，我开。对啊，你开，你开。整天都不用做事情，在那边喝酒。进来了。都要开了半小时了，还没列龙。还在领先。对。
我要进，我再躺一下就好。嗯，欸，可以，我到。哎，欸，进来了，耶，yeah ！进来了，我还在抽。刚看第七个人就嗯，钢琴我不会弹，钢琴其实还蛮难的。跟那种钢琴，我不会钢琴，很暗。就是同时很多根手指头按不同的东西控，其实有一点难，那个要练，练，嗯，很久，对啊。我之前大学去钢琴社，我去了两个礼拜就再也没去了。弄错吗？还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左右手分开弹不一样的东西，一定会不然弹到一样的。对啊，那我就不行了，不去了，我放弃了，我没有这个天赋，我就再也没去过。天赋没有点到，我还缴了2000块社费。哇哇，2000块，感谢信封。哎，这是信封，没有天赋就不要学了。对啊，能量卡，能量卡。要试试看是，先试试看你这個技能有没有点上去，没有这個技能点，对啊，没有点再花钱重置啊，买技能重，就现在有神经木打哈基，啊，我在那个，啊，我在，啊，现在有四个人，他们跑去打架了，打架，打打龙了，打龙了，谁打跑去打龙？那个啊，你们不是跑去打龙了？我们还没啊。在团团的世界，你在团团的世界啊？哦，嗯，啊，林氏有没有听到？在团团的世界哦，在那边啊，你好像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错啦。沙克斯风啊，不过去，他说正在搜寻机会虚。我猜我们这一栋的应该都是没办法吧，嗯，要不要看是杰克啊，或是繁星开？我看看，对啊，嗯，你看一看，就你接任务。因为我刚刚想说要打泥鱼龙，嗯，唐梦，打打打，谢谢追追。我看杰克的 ID 了，他因为他已经破完，然后阶级往上爬啦，啊。有三个人都绿色哦，有吗？有啊，有吗？我不是卡了时间等吗？没有挂，你也绿色的啊，你就算是你全部过了第一次啦。哦，好吧。欸，我那个还打两次，我还看到失败的动画。还有成功跟失败啊？可以看到失败动画吧？好结局，还可以有坏结局哦。就是因为我原本想说连进去那个影院那边帮他，就跟他一起打，应该就可以过了。然后就最后是没有，不行，要再打一次。就只有摔下去而已。对。所以失败动画。所以那失败动画是要被打死这样？应该是吧。好，那你是说最后一只龙吗？对啊，最后一只。好好好，那我等一下想要先看失败动画是长怎样。小雨连进来吗？连，搜寻好友所在那个是完全空的，欸。嗯，哎，欸，你自己开一个，然后再重新再看看。摇啊摇来摇去，花了5个月把手跟脚解锁分开。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摇来摇去，摇一曼。弹幕是什么意思哦？就是你的留言会从你的画面右边到左边，会飞过去，会慢慢的飘过去，这样过去。其实我也是今天看台才知道，原来那个弹幕是要从哪边按的，欸，不然我原本都不知道。有啊，但花2块金币，按不进去。哇，那还有谁可以开繁星？我进不去，哈基也进不去。换繁星开看看吧。嗯，没有上限吗？因为感觉六个人要死，感觉六个人极限，16个人啊，他是16个，还是其他表定16个，实际上只能6个？要不要多写个零？骗人的，他好不好是要杠一？有没有杠？哦，一站的有点歪。所以我记得 PS 是可以16个啊，奇怪，有啊，有16人任务啊，太悲伤了。悲伤，哀伤。然后嘞，我要设定什么吗？你就建立自己角色就好了，就直接建立。哎，你们建了吗？建了。嗯。
换两，我这一次再不行的话，就分两头两边哦。真的，我好了，好，再连啊。我完全看不到繁星。我连过去了。蓝调爵士乐社交了3000块学费，结果说要交吉他，根本没交过，太骗了吧？我之前也练过吉他2个礼拜。哇，你怎么什么都2个礼拜啊？就是我如果学一个东西2个礼拜内没有任何成效，我就觉得、啊、算了，我可能没有这个天赋，技能点我这么解。技能点没有点，没有点，技能点就是2个礼拜，那是试用期。确认自己有没有技能点的试用期，试看看、啊、不行。现在是小雨了吗？还有我重开。团团。有有，看来我们要分成团团跟小雨这两团了。对啊，不能一起打。没有啊，我有跟小雨有同时连进去过啊。对啊，刚刚是连我的是可以的。有过一次，而你连进去那一次就是我被挡在外面啊。是，没错。嗯，进不去。连去游泳也是2个礼拜。对啊，我去健身房也只去2个礼拜。为什么你都是2个礼拜啊？原来你可以说是就是我的就是试用期嘛。我的耐力条就是一次2个礼拜。就有2个礼拜后还看到你有持续做那件事情，就代表你之后对，就是我会一直持续做下去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就是2个礼拜。我玩手游也都差不多是这样啊，就是我如果玩超过2个礼拜，就会一直玩一直玩。嗯。所以你现在有什么游戏是玩了超过2个礼拜还是持续在玩的？我是手游吧。吃鸡吧。魔物猎人2个礼拜了吗？魔物猎人2个礼拜了。2个礼拜了。100个小时。有我进来陨月这边了。就是我的，是繁星的。实际那时候也是差不多玩，实际玩久一点点，大概三个多月吧、嗯，也不到一个月吧。这个走2个人的。猫战吗？猫战真的要讲，我只有要录影的时候才打开玩，大部分时候，要不然就是打开进去，就打个几场消掉，不会很认真玩。哦、这两个人的好吧，那我去开别的。小雨看来小雨进不来，那就去小雨那边。好，各打各的吗？分哈基吧。那就分两团喽。嗯。那我要打仓火龙，大家不要叫一个来回跑喽。那我去仓火龙团好了。对。可是前提是我要进得去。好，过去了。那我跟杰克的快速打完。嗯。我先去搜寻一下痕迹。是打完但是、欸、最后有这个人，我要一直盯着这个正妹，好吧，真火，那我去钓鱼了。庆幸我当初开台有开超过2个礼拜。和教主玩，和喵哈跟和平常玩的阿米狗。嗯嗯，都在这里。哦，还有就是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会把头套拿下。吃饭的时候会啊，啊不是用喉结吃饭哦，可恶！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会。主线到哪只了？明灯笼啊，会，还没打。嗯，嗨，感谢大干爹的爱心。哎、欸，进不去哎、欸，是啦，怎么跟小玉？看起来又是很贵的爱心呐、啊，哈哈、啊，又是没看过的爱心啊。对啊，因为是有特效的爱心啊，感觉就是很贵啊。进不去耶、欸。进不来。欸、对，我要换武器。看，就拿着改去打东西。嗯，你还是打不到咯。真的。挥不到他。仓火完全挥不到。来不及。好了、嗯。掉下来看到残爪龙。我靠。哦跟上次那个血牛一样啊，跳下来，咔嚓啊！哈不错哦，可惜没录影。技能点点到点爱心上面，可以。是啊，不是。电脑我还要玩什么？我玩很多哎、欸，我 Steam 就有100多款游戏、欸。玩过的有几款呢？我真是不知道该跟你说有什么我玩过的游戏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神兵啦！踩到大便！我玩过了，
有吗？有啊，没看到结局啊。没关系啊，恐怖游戏重要的不是结局，是过程啊。那款结局很棒啊。没有，对啊，就要说女生在乎的是过程啊。对啊，生出来那些都是意外啊。意外。不行哎、欸，这个在意外啊，享受之间留下的产物。嗯，像防御装，防御装在这哦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啊，其他人连不过来吗？团团连不过来。团团，你怎么连不过来？我改了。不。凶你！团团也连不过去，团团那边。互相冲线。还要大便。想说，哎，对啊，我也有很多事，哎呦，买了还没玩，不会超多的。干嘛是找人陪我玩？干嘛就是，要不然就是组合包买回来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所以都没玩。嗯，没组合包，对，差不多一枚组合包最多。好，里面一大堆奇怪的游戏，就是一些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的游戏，你看简介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那种。好难遇。还是我们先进去打。可以啊。好。团团现在还在集会所吗？进不去，算了。你要不要试着重开游戏？因为有时候重开游戏不同。我跟你讲，我已经重开两次还三次了。哇！我刚也重开了两次。那就没办法喽。对。所以我放弃了，我要去另一团了。我放弃了。你可以自己开一团啊，名灯团。我也不知道。单打明灯笼，好像还好吧？我记得我 Steam 的游戏好像花了不3万块台币以内而已吧。我都是特价或干嘛才会买游戏。想给干爹听。嗯，干爹，我都只有特价能买游戏啊，干爹。很穷啊，干爹。那干爹说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干爹就买恐怖游戏组合包给我，还不错啊！哭出来，我不要这个啊，干爹。真的是跟小雨冲线，不进来别人这边就可以了。哇！我自己打任务，你不管啊。任务。我先打别的，其他的还没解。80万，你就80万。还很机车哎、欸，不乱开车。骑车，他到底是开车？他是骑开车还是开车？開車对啊，到底是哪一个？我要补血，我不行。嗨，先把下位的任务打一打。啊、在哪里啊？我没有看到他。他飞过去岩贼龙那边了。啊！可是这岩贼龙在跟暴林打起来。我看他往那边飞过去了，应该是吧？哦，我看到出花。啊，所以这也是三只在开趴吗？暴林走掉了。暴林走。不要恐怖游戏组合包啊！你也想要吗？我不想要啊！浪费钱啊！不会有人玩这种东西啊！我会玩很崩溃。可不可以几个恐怖组合包？好，忘记带。合成一个高级的游戏。合成金属吗？合成天金属融合呀！哪边？小雨呢？我要回去拿药啊，忘记拿。调查点数要没了。啊，有烟吹。采仙人掌。对啊，等一下来去采了。采的好爽，昨天。哎呦，这里好混乱啊，三只啦。很混乱啊，我先。几个小时都在采仙人掌。果实。直播通知的话，只要有追随的话，开台就都会讲吧。嗯，我记得是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不信呀、啊！丢你，丢你石头，丢你石头，你石头！不要啦，暴鳞龙，我没弄你啊！还好这块，好干嘛？哎呦，被弄！别哦，你妈的哦！暴鳞龙这是各种把人推倒哎、欸，他就很烦哦，不知道干嘛。
可能最大的兴趣就是把别人推倒吧。嗯啊，等一下，哈啊啊，暴玲珑啊，暴玲珑啊，okay. 怎么了？怎么了吗？他全把推倒啊！你看里面的龙，每一个都被他推倒。好的。哦，对不对？你看又被推倒，又被推倒了，又倒了，超可怜。火龙倒了，萤火龙什么去？萤火龙变成火龙了吗？就是牙种的啊，牙种的，吃火牙种，吃火。搞了。哇！为什么看他的尾巴卡在那个？啊，因为他麻痹了。好可怜哦。天，我们专口去截一下那个，截一下那个。好。哎呦！摔了。我们两个打起来了吧？我还没打过炎泽龙呢。炎泽龙，炎泽龙很简单啦、啊，他就是，他就是非常地图的大雄才龙。对，对，没错。好，理解，那理解难易度了。很可怜。哦，感觉好痛，感觉好痛哦！哎、欸，你们打四杀，七上来了！你们打，来来来来，干！我在旁边客气，打我干嘛？那我牵你尾巴啊！没闪到，那我牵你的尾巴，飞上去了，可不可以让我牵你的尾巴？切啊！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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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！跑掉了。好。切切。还没有打。啊！掉下来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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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觉萤火龙打不赢哎。不要打，可以试试看啊！弓很帅啊，超喜欢弓的。但他现在打不过啊。看。你要打萤火，干脆直接开一个调查打。嗯，麻痹了。嗯，因为我的猫猫会麻痹人，我的猫猫也会麻痹人，所以它有两倍的速度会被麻痹，好可怜哦。麻痹麻痹，可是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不是闪到了，没闪到。哇，睡觉。安安是搬家的团团，没有错。头套看起来是还好啊，你这打起来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你头套长什么样。哦，一直撞，一直撞，一直撞。来来，高级恐怖游戏折包不收。我收了，送了。对，那个那种跟敌魔性那个性一样，到处乱撞。哎，哪有？哦，头头头头头头，大哥头头，他脚给你了，不要脚，钓鱼，这个很重要，有有有有，效果拔群，头头头头头头，效果十分显著，没有错，大哥头啊，不是啊，头啊，到底是群拔吧，群拔。都行，问草都不知道。偷，偷！哇，大哥！偷，我要偷！哇，又撞，顶多啊！哇，你被追得好远哦！我被撞了两下。大哥，不要第三下，我很吃药啊！哎，照相。没事。好。嘿，哎哎哎！没礼貌。头啊，大哥，头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答案快就是因为这是大卫的龙啊，是大卫的龙，所以答案快。没有头啊。二十七了，没事啊，我拿不到头啊。要逼我打旁边的虫呢？啊，旁边的虫是白的。哇。飓风你那是白，那有要求哦。贴身画面完全看不到头啊，太高了。拿不到头。Table， 你要不要下来啊？又是橘色。
哦，有了，我有红色了，来了。啊，你竟然有红色了，好爽、啊！好，我一样。所以 PS 四都会卡黑哦。不会吧？应该照理来说 ，PS 比较不会卡。对啊，对啊。应该说 PC 的读取速度比较快。哦，读取。对啊。断了。断了。大家都断掉喽。断了。啊？断光光。没有，我们没断。断啦。对。虽然是不至于打不完呐、啊，可是很不爽、啊。对啊。会想起。二点六的恐惧。对啊。原本想起。要捕捉啊！他让人想起2.6的恐惧。打在身上，支配的时候，真的。2.6支配的时候，2.6欺负8.6的时候。太悲伤。还有说2.6吗？2.6苍火龙。西达。嗨。那就再一场吧。好。刚没有冒骷髅，不知道他要死。打太凶了，变透明了。透明的，你说你的去背哦？对啊，我去背好像没去好。再调一下。开始帮龙加血了。你是一定要解任务才可以是吗？啊？呀？等级对啊。修修。好，应该好了。吃饭吃饭。喂。大哥，别这样啊！大哥，我只是来，我只是想摸到啊！大哥，往前走，来，哦，玲珑，你的头给我一下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！来找我玩，会只会在旁边吹。喂，摸到。啊！摸不完，哎，摸完嘞，在哪？啊！这丢多啊！丢多啊！大哥，诶，我不是要对第三了？为什么这边是大小？你被丢包了！你被丢包了！怎么一进来居然是在吃火龙这边？就被丢包、啊？被翼龙丢包、啊？哦，他是这样子哦。嗯。翼龙说：“飞飞就把你丢在半路上。”到上位的就会这样。是，就因为他会怕吃火龙，他想罢工而已。对他只是不想上班的，太累了。他想要更多的事。想起了王禅血被三猫送回家的悲剧。哎，不说了，说多都是泪。哎呦！哎，这个是捕捉，你没有把他打死。好。那哈基这场可以用力扁了。这是狩猎啊。狩猎。好哦。可以用。有看到骷髅在抓就好了。骷髅头就可以抓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有骷髅头就可以抓。嗯。哦。抓东西会比较多一点。嗯，那能抓就抓。我想看你尾巴。哎，你尾巴什么时候断了？为什么也断了？哦、这么好？对啊，我也是突然间意识到，想说那打你尾巴，尾巴呢？尾巴？你的尾巴怎么没了？尾巴呢？在哪里？啊，好羞啊！哎，滚呀！啊，这被踹到！啊，被吼下来了。哦，跑掉了！别看我，别看我，大哥，我只是想摸到。你要飞去哪里？啊！喂！哎呀，怎么没了？啊呦！欢迎欢迎欢迎！哎，上来了，还打我一个，他已经没有的，已经没有尾巴。你不要跑那么远啊！你爸在后面啊，这样我很难去挖他哎、欸。
哎呦，不要吼啊！啊，痛！可是你全身都破光光了，我要打哪里？背？随便打喽。那背好像还没……哦，可是你背好硬哦，算了算了，打你头好了。不要，头晕啊！哎、欸，旁边那个龙乱啊啊！哎、欸，有条龙啊！不要一直追啊，好可怕啊！那我摸一下嘛。嘿、欸，穿个衣服，不是摸尾巴。傻捕捉，等一下。来不及挖，来、欸、挖完了，真好，我的尾巴还没断、啊、他在吐火，摸不到啊，飞走了。哦，原来钓竿可以 power 哦。嗯，哦，暴鳞龙为什么破坏部位了？哦，有人在打暴龙，没人打他、啊。其他龙在互打是不是，他自己撞到墙壁了吧？踩到乐高吧？踩到乐高。自己在玩轰炸的时候撞到头是不是，踢到墙壁，小指头踢到墙壁了。脚、哦、小指头，然后断了一只小指甲，这样。有蛋啦，有尖爪了。破坏他的小指甲。啊！中毒了。呀、yeah. 嗯！在哪里啊？在这。哎呀！我去做钓鱼做。嗯哼哼。啊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可以可以。等一等到。哎呦！你要去哪，大哥？又飞走啦！你怎么飞来飞去啊？我带吗？我看看。嗯，没有，只有我自己的，没有他送的。这样。以前不是踩到乐高，他是踩那种车的轨道旁边、嗯、啊，那个碎掉哎、欸哦，超痛的、欸！不是碎掉，他踩下去，整个肉被削开，是皮被割开。哇，痛、啊！我家以前也有一个弟弟，现在没了吗？我说那个轨道了。哦，我家之前也有。哦，原来这个是。啊！你怎么的个？哇！你们三只聚在一起，我怎么打、啊？玩路！哦、欸，好，我已经先挖完你的尾巴了。掉了！马上就飞走了，飞超快，那应该快死。刚就打一打，没多久就飞走。哦，对，他在晃了，他在晃了。晃啊晃！好吧，你再晃了，那我就直接把你抓起来了。抓他啦！毛毛带毒、哦，没了。我现在毛毛是带昏迷。发现的很爪龙脊，刚离去。拜拜。Bye 这里了吧？哎呦，麻痹虫！好的，不要睡觉了，我们走，我们回家。感谢明月的七七。好，不要再帮龙加血，他已经死了。不是帮我加血。杰克是拿什么刀啊？双太刀，太刀，中二刀。中二刀。中二杰克。中二杰克。你想玩玩看啊？玩玩看。那配刀很难配、嗯。他不是很容易会什么气量不见，还是阿文有看到？对啊。要回你会控就完蛋了、啊，嗯，会少一些攻击加成，嗯，哎，还有，又是萤火龙，好荣誉耶，感谢七七，还有冰淇淋，差不多冰淇淋，我好想吃冰哦，干爹，干爹，干爹啊，怎么干爹啊？什么都要找干爹。等一下发现，哎、欸，真的有个是配送，
冰淇淋雨，冰淇淋。听到回音，龙龙龙龙龙龙龙，其他破龙。我在钓鱼，骨推龙部位破坏。嗯，赞、你把它钓到破掉了吗？我想说钓鱼有部位破坏，勾到勾到勾破啊！偷打。耶，升级 ，miss， 我怎么换饵啊？你要先有特其他饵啊？哦，有那个是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连续钓鱼上钩，因为它附近就有现成，没事哦。这咬饵，我觉得火龙的这把看起来比较帅。哦，对啊，我有做那一把，看起来比二外斯帅。二百四是很粗，那这一把就是关刀啊！那我们要打的意思，你走开！你们两边都打我了，你们这……什么魔一刀？看看小雨开机会手吗？还是要连波兰？嗯，来点看看。嗯。我们自己出资金币了，没关系，等记得再出就好了。有钱再出就好了。有钱再出，有闲钱再出。啊，这 PC 版哦，不是 PC 版，对不对 ？PC 版，对不起。我想说 PC， 嗯，好像哪里不太对，哪里怪怪的？People Four 被抓了。People Four 真人版的哦。Party Four。Lucky Ball。Lucky Ball。哦，猪猪为什么一直睡？他最近都不想要找东西给我。我也是。完之后放下直接睡着。对啊。超级大睡过。不要走，白痴哦、喔！手去点到啊，抖抖啊，嗯，手手看不到头，嘿嘿嘿，嗯，要打什么啊？打风飘龙，我想起来了，风飘龙好，火龙月，风飘龙还有没打完？哦，我去看看我风飘龙，对啊，我看看，诶、欸，没有大水袋啊？你们说大水袋在哪里？不好掉、嗯，不一定会掉。哦，是哦，所以用调查比较。或是你看看，不是有个船长吗？他有时候会那个进货物会卖交易。哦，对，我觉得打比较实在，就是多打两只应该就会。哦，这只可以做。轰轰轰轰！哦，两个刚刚旁边打交易，一金两银，好，先记下来。哎、欸，对。对啊，金没掉吗？欸、没掉。他刚龙的那一把冰的，他背后是背着鱿鱼哎、欸。哦，鱿鱼，鱿鱼，冷冻金枪鱼。哎、欸，打刚龙，打刚龙。小雨说我是机会手给你看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我上去看。他是巨大鱿鱼哎、欸。真的吗？我想说他那个图看起来还好。来看看。星期一中都是真的讲那个化石、欸、真的耶，化石的鱼是会自己跟还是不要一直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、想错了、啊、可是钢龙子不好打就是了，真的，我要凑那个哎、欸、我也断线了，鱿鱼儿，我要把这把做到最强，还差一阶。对啊，其实这样看起来很可爱耶，嗯，我觉得他在商店里面看起来还好，可是背起来长得像鱿鱼，就很可爱。他缩小、哦，对啊，缩小，而且商店看不到旁边那两只眼睛。对，哪一把？那个超虫棍的，很可爱。那接下来吧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现在先打哪一只？打风飘龙。好。风飘龙有没有抗风压、啊？
不要，可以吹。吹。可是你还不能打风飘龙。对。可恶！赶快带我起来。哦，应该还不行。他要打到古龙那边才能打。嗯。练等在这边钓鱼。又被丢包了。又被丢包了。什么？我看看，一到八星全红 clear 有九星任务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拿伙伴装怎么说啊？这样钓有用吗？还是要进出？活化石。对，我再钓一个很漂亮的鱼。哦，你说那个张，就是那个瘴气之谷的那个鱼的，它是要一直应该要还是重进吧？再问应该要。这个鱼好像都会重生，可是好像也到八千九。我觉得你还不如就是那你去掉完啊，没有完、啊、你就离开，然后再走出去，可能快一点。对了，我要找风飘龙，忘记。嗯哼哼。不是很容易被影响哎、欸，我在讲完一件事情，啊、然后就忘记刚刚要干嘛。我也会，我也会。知道吗？哇，超严重的。我这边缺氧也是。然后盖东西盖一盖，哎、欸，这个东西还没弄，我就弄过去弄。我刚才对，然后说，嗯、我刚才在干嘛？他说，要死，我想不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回来想到的时候，那边的水管已经都爆光了，已经不可收拾了，已经没救了。雷系风飘龙是怕雷，好。那、啊、我刚没有吃饭，那我叫我去吃，八猪，应该还好。然后这个去刺他，我拿插枪去刺他。要去做光子，可是他很高哎、欸，他在飞飞，你不会戳不到他吗？就把闪光闪下来嘛。哦，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的虫会一直放，你可以尽情的用。我也带一些闪光，闪光虫龙。嗯，飘，嗯，应该是这几个。不玩仙剑吗？仙剑六日再玩。平日玩点别的，对。看一下，这有一个两金两铜，哦，还不错，有两金不错。嗯，还有另外一个是，啊，就等吧。50分钟三次力竭，哦，那应该还好，刚好两个人。那换正式一点的头盔了，真的吗？没关系吧，应该是可以戴这个吧。我是有点怕啦。累的，累的。好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还没凑到暴鳞的头啊，我现在戴什么头都没差。到盾了，等我凑到暴鳞的再说。丹丹，好啊，国刀哦。蜥蜴，这不是蜥蜴哦，他有他的，这是摇曳曼好吗？啊哒哒哒哒，啊哒哒哒哒，看爪能不能在下面堵。他这个头套的原型应该是那个吧，花园曼吧，就海里面的那种。OK 的。哇，上面有耐晕。啊，嗯，那么好吧，那就这样吧。我怎么死的？你怎么撤了？我怎么撤的？我已经踩到乐高了。嗯，你也踩到乐高了。那个鲤鱼龙中了一下就掰了。哦，你是忘记补血啊？把鲤鱼龙也没有痛啊。那是你被降奈，就是降奈，有时候会被降房子之类的。有可能。我们怎样呢？你刚刚是卡里土装吗？风飘龙来打风飘龙。嗯。风飘龙就还好，我还以为你要打风翔。没有啦，风飘啦。风翔我还戴这个头，我打风翔还戴正式一点好了。当然是没有啊，但是打风飘才要那个。那就带回去好了。那就带回去啦。八零风飘了。那我还不带回去？自己开台直播最多可以挂多久？我不知道。开到你的电脑没有当机的时候吧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靠！七七猫粉，好，
代龙人的证票据。证据。代龙人的票据。有一套 R8 追寻者要调查团票。啊，反正我还没解完嘛，慢慢解。不急不急不急，这哦，这大病还是就还了。嗯，而且阿巴是不是一个包含七点呢、啊？暴鳞龙，你不要下来！你快走开！你不要下来！暴鳞龙又在乱了。他下来了啦！又在乱。巴鳞龙。暴鳞龙。以后他就会霸凌你啊！他真的是巴鳞龙。小雨没有拿药水，那我没有拿。他把这当自己家啊！啊，大家，真看不到那只鱼，还这样。嗯。跟我啊？对呀、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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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！我捡了足迹啊！啊！对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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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、啊！哦，秃兵了！哎呦，撑杆跳！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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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多少？麻了，冲啊！二把！啊！我被炸了！啊！我也被炸到了！白痴！刚玩儿，炸弹喽！空投，空投炸弹喽！啊，痛痛，咻咻，好水！空投炸弹，空投炸弹，小心！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可是空投炸弹中间有一个，哎，我捡，好，暴鳞龙的，二货，对，我跳，哎哎哎哎，你那造气！啊，这里好混乱啊！真的，别！二啦！修啊修啊修啊！哎呦！他走了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。错错，我错！哎呦！毛毛。哦，错错错，再错！啊，头大哥，头，谢谢。我叫了。啊！踹了一下。错错错错错！哎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在掉化石。错错。跛脚有还是蛮快的嘛。我不知道是他头爆了，他头爆了。我不知道是假跛脚还是真跛脚。是啊，是哦，应该是翅膀爆。没看到骷髅头。嗯。等下起来可以再闪他一下。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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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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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睡觉吗？我再跑回去，看我折返跑，我跑都跑回来了。折返跑过去，睡觉就可以了。嗯，哈克龙，哈克龙才绑这样。哈克龙，你过来这里，不对对吧？对。啊！水晕啦！可以，好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这翻跑，这翻跑，这翻跑！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！我回去。抓抓！哎呀！撞墙壁啊！